在《仙剑奇侠传》中出演紫萱，而让唐嫣终于大火了一把，很多人都被她惊艳到了，妥妥的女神。不仅仅是颜值让许多女神都很喜欢，还有她穿上古装后身材更是好到毫无挑剔，那一双大长腿也是让许多人羡慕。最近在机场，唐嫣的一身简单的搭配也是超级吸睛的了，一件白色卫衣配上一条格子短裙，再戴上一个黑色的鸭舌帽，显得青春又休闲。不过最惹人注意的还是她的腿，只有86斤的唐嫣其实算是很瘦的身材的，穿上小短裙的她更是把她的瘦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很多人称瘦到都只看得见骨头，还有许多网友称这就是妥妥的漫画腿了。作为湖南卫视的最新主持人担当，沈梦辰也发出了一波机场图，同时上身穿了一件黑色卫衣，下身穿了一条格子短裙，把本来就腿长的她显得更长了。相对比唐嫣的腿，她的腿肉就比较多一些了，虽然肉是多了一些，但是一点也不会觉得丑，没有瘦到只剩骨头，整个腿还很匀称，这就是最近最火的少女腿了吧。对比漫画腿，是不是觉得这种腿更好看呢？接下来就跟着小编一起去了解一些简单的健身姿势吧。一、动作一二、动作二三、动作三四、动作四。